最可怕的是他们三不五时会出的杀手锏，男人每次都像呆子一样就犯。刚刚，喂我。啊，小心烫啊！来，好吃吗？你喂的特别好吃。他们这个爆炒兔肉啊，是这儿的招牌菜。以前我跟他上完晚自习都会过来吃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太辣了？来喝口水，喝口水，喝口水，好了。你怎么了？你哭什么呀？怎么可以吃兔兔？兔兔那么可爱，这样太残忍了。而且，谢谢我养兔兔，我也属兔兔。哭了，不哭了。啊！快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我不吃了啊！我不吃了，我不吃了。太残忍了！哎呀，把脸哭花了，不好看了，不哭不哭了，乖啊，咱不哭了，好不好？咱不吃了啊，不许吃了。哎，你也不许吃了。呸！就讨厌吃兔子。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！这个你真的就冤枉他了，他压根就是一个男的，他尿尿都是站着尿的。走走走啊，我们不吃兔兔了啊，走，我们回家家。